丢公式，哎，没有，他直接丢啊，丢完之后就把它格式化成整数，啊，如果是你要格式化成那个不是整数的话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，假设你要格式化成那个就是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啊，那其实你可以在什么 number format local，如果是放一个零就是整数了啊，如果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就0.0，好像刚刚有看到了哈，啊，如果你改这样的话，你直接输出的话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有没有？它就小数点第一位了，也就是说，哈，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动态去调整的。好，OK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乘积以后如果还有别的格式啦，反正你就看一下格式，那把那个格式套用过来，其实也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不是丢公式哦，而是怎么样丢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的话呢，就是我在 VBA 里面计算完之后。再把结果丢过来，而不是丢一个公式哦。哦，那你说这两种哦，其实说真的，你不仔细看哦，根本无法分辨嘛。有没有？根本结果一样啊。但是其实将来的应用有什么差别啊？其实哈，用那个直接丢公式的好处是，直接你如果已经写好公式，直接丢，这样相对的简单。可是它有个缺点哦，什么缺点呢？就是说呢，里面放的资料哈。一定会比直接输出来的多，所以会有个缺点，就是说它将如果你又一直丢公式，而且丢非常多的话哦，你这个档案会变得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呢本来应该只有丢84.4，可是你却丢这么一串。那公式越长，它的档案就是你 Excel 档案会感觉好像膨胀的越来越快，好，因为里面你丢的是很多的公式，这第一个可能档案会变大，好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执行效率哪一个会比较快呢？现在看不出来，因为太少了。对，如果假设大量资料的话了，哈，这个会跑得好像慢了一点点，好，丢公式。不过至于会慢多少了，假设你资料量不多，你根本感觉不出来。但资料量多的话，慢慢就会有感觉。所以以后哈，这两种的使用时机哦，恐怕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。好啊，最好两个都会了哈，那他有办法去提高效率。那第二种方法是怎么做？就是我必须要在 VBA 里面帮我处理完，直接丢结果过来。那当然最好是 VBA 里面呢也一样有一个 sample 的函数类似的，但没有。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就变成怎样？你在 VBA 里面哈就要类似做什么？刚刚计算这个公式的方法，在 VBA 里面计算完，然后呢，把它丢到储存格里面去。那这个程式的写法啊，其实你不妨哦，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改写。改写之后的话啊，哎，就类似的做法哦。那这边的话有哪一些地方哦可以改写的？哎，大家特别注意哦，如果公式里面哈，我们假如说用固定的位置的话，那我会用 range。如果不是固定的位置的话，那我会用 sales，因为 sales 的话它可以变动。哦，那怎么做呢？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。先把它清掉好了。哦，一，假设我要月考的按钮，那我就一在那个 Visual Basic 里面哈，先插入一个什么呢？插入一个程序，程序名称就叫月考。好，哦，我的习惯是，反正这个名称就对应到未来那个按钮上面的名称，这样比较好记。哦，OK，月考按确定。那里面的话呢，程式大概就是有没有 for i 等于13到最下面一列，这个部分是一样的。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其实哈，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输出部分好像也一样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，干脆其实就可以拿这个来怎么样来修改啊，复制贴上也可以哈。那里面的话要放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后面才是重点。刚刚是直接双引号丢公式。那这里的话呢，你可以参考什么？参考这个公式。哎，那我讲过，如果有锁住的地方的话，它是固定位置，所以我就直接存取它。那怎么去存取它呢？直接存取的话呢，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我要拿过来的话，你可以告诉他说啊，你到这个储存格，这个储存格叫 D11。那在 VBA 里面哈，你可以用 range 物件。range 其实除了用那个。它是一个范围之外，哈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位置，意思就是说，哈，哎，你帮我把这边的那个资料呢，帮我带到这边来，好，
然后呢，跟什么乘呢？跟那个我要乘的啊，乘的话呢，基本上哈、哦，跟这个乘。可是问题哦，回圈里面哦，这个数字43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要变14，变15、16，一直往下。哎，所以特别重要，如果你用 range，假设你这边当然你用 range 的 D13 的话，那变成你一直都是 D13，那不对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改成 sales。刮胡，那你就跟他讲说，哦，我的那个东西是 i，但是那个列哈、哦、不固定哦，它是从第13列到它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，那哪一栏呢？还是 D 栏？OK，好、哦，所以第一个哦，第一次月考就乘完了，哦，OK，啊，其实这种写法哈、啊，跟这边的写法蛮接近的，所以以后的话，你可以类似的写法哈、啊，可以稍微改写，那再来后面的话呢，加上11。乘上13，哎，所以这边其实你可以拿我的习惯哦，可以直接拿前面的来修改，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啊，假设还要在一栏的话，直接拿这两个，然后呢，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复制过来，哦，我按 Ctrl 键，把这边改成一，这边把它改成一，哎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是那个第二次月考的成绩相乘之后的结果，再加什么呢？哎，再复制一个。这边把它改成 F11，再乘上那个 F12，啊不，跟 F13，哦啊，其实因为我们这边会变嘛，所以我用 sales。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程式写完哦，那我们就让它执行看看，哎，按一下执行，哎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有没有？它就全部帮我把它执行完毕了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会帮我把后面这一串相乘。乘完之后呢，相加总的结果，帮我怎么样？帮我把它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，啊、哦，所以特别重要。它其实哈、哦，它的运作流程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，哎，先把这个东西里面的值丢到这里来，再找这一个第一个放在这边，啊，以此类推啦，这个放后面，这个放后面，全部加完之后的话，算完的结果。丢到指定的储存格，算完哦，所以后面那个是运算完，丢到前面去，OK 哦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结果，哦，啊，当然你想说，如果小数点要变整数的话啦，你可以啊，一样的方法了哈，输出完之后的话，下面再补这个嘛，其实这个可以再把它拿到下面，啊，如果要整数的话，刚刚讲过，你就补一个零就可以了，哦，这样子做完之后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直接执行一样哈、哦，本来是有小数点的，哎，就变没小数点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做完之后清除月考公式，好、哦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啊。如果细节部分假如不是很清楚，可以参考云端上面也有完成的那个答案。好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刚刚写的东西，这个是刚刚好、哦、月考的公式，月考啊，月考清除。那待会的话哈、哦，做完。动作比较快的同学可以再想想看，如果我要使用的定义，月考函数、月考范围函数，哎，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类似的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给它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按个确定，向下填满就完成了。这个是制定函数了哈、哦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制定函数，后面加一个范围，范围意思就是说呢，选。一次选三个，按确定自动呢，帮我把结果算出来。哎，感觉似乎这个蛮方便的，有没有？直接就选一下就 OK 了。哎，甚至比山坡的还快。但是问题这个要怎么做哦？自定函数前面有讲过哦。OK，那如果动作快的同学哦，哎，可以不妨哦，可以先想想看，如何把那个 sub 部分哦，再改成 function 哦，自定函数部分。